哎、欸，为什么这个人的名字有这个造型啊？你没有看到吗？他有一个翅膀的，那什么搞的呀？五点五的回归活动，好帅哦！哎、欸，我也要弄一个啦，靠飞咋弄啊？好像在氪金呢、欸，这个人，你看这个好帅哦，永久的吗？是永久的吗？有限期，那算了。如果是永久的话，我会花时间去做，感觉蛮帅的。花轮 YT 风哥找你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什么东西呀、啊？风哥、啊，风哥在干嘛？风哥，哎呀，不要再搞笑了，风哥啊！事情本来已经要结束了，你又出来再吵一顿，咋搞啊？卡萨丁，不太算。凯奇叫他好好剪，所以是凯奇要求峰哥把事情闹大，是不是？干，太扯了啦，太扯了啦！我只听过喜事凌人，没有听过帮我搞大，小事化大。息事宁人，小事化大，把我搞大算了，还小事化大呢？我把这个搭去副荧幕看一下好了。哎呀，你们不要提到我了啦！我只是个路人，我只是个路人，过路人，过路人。花轮刚刚说了，他是跳起来拉开 A 家的膝盖。哎呀，越来越夸张了啦，越来越夸张了啦。今天，哎，算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不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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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。阿华，你跟 Yuna 也是两个人的问题吗？我跟他挺好的呀，没啥毛病啊，非常正常，别急。看峰哥才有5000，在看他剪那个凯奇的影片呢。本来已经图奇这边已经是很乱了，现在 YT 那边也有一堆人在看。没有了，我觉得如果 Toys 还在的话，他不会 care 这一种。就之前那个黄小妮不是什么搞诈赌还是什么诈骗，然后也是有跟连世成那边有烧到嘛，然后 Toys 那边就直接说，干，这些到底是什么小朋友团结啦？就他觉得图奇的，就如果站在 Toys 的角度，他会觉得图奇的八卦不值一提，你懂吗？但他要爆的是爆那种更大的 KOL 的那一种，你看，要就直接来个什么桶神、超派、铁拳那一种，那种才是最大的。那实况圈那一种有什么那个，没啥用，没啥料。
阿华，我明天开，明天放假，你会开台吗？会啊，明天礼拜二又不是什么特别假期，肯定开的呀。哪天不开？天天开。我上次也这样说啊，上次是上次，这一次是这一次啊，对不对？国庆也要干嘛吗？国庆要开台。感谢毛毛咪蟹十七个订阅。花人，你有看老板 P O N 喷馆长吗？不是、啊，怎么那么多事情的了？最近，哎呀，好烦哦！又凯奇 A 加，又昨天那个 P S G 什么利欧 D 什么 U 5现在又是馆长又 P O N 喷。你们这些人能不能安静一点点啊？那天天吵架，那世界末日是不是啊？你妈的嘞！他们唯恐天下不乱，这些人真的是烦死了。我没有说要挺谁，我觉得每个人都很烦。没有我的局，但是感觉本来就是不是我的事情，那突然好像是我的事情，你懂吗？妈的，我那天就下去拿个包裹，拿个水饺上来就变成英雄救美的英雄。干嘛呢？啊！我拿个水饺又变成英雄了，干你娘嘞！水饺是什么挂？有人来人帮手？没有，水饺没有挂，单纯是我订了水饺，我下去拿，这个不是挂。你不要觉得什么他妈的，现在所有事情都有八卦吧？没有懒人包啊，就是普通的包裹，就是水饺。我建议不要把精力放在我身上了，哥们，我不值得啊，我不值得。我的卡莎丁了，阿华 section 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又多一个 section 现在？啊，那些实况圈天下大乱了，你不要再跟我讲一些有的吗？我不想知道了。其实我比较 care 是昨天那个事情了啦。这 PSG 进16强了，他妈的应该大家开开心心的，那结果那个 PTT， 妈的一堆憨憨在那边乱带风向，干嘛干嘛，他妈超搞笑了。主播又有了，恩鸟爆料罗杰在公仓时发生事故，可惜了呀，居然还活着，有点可惜了。我很常在聊天室看到那些什么，愿罗杰离开这个充满邪恶的世界，太好笑了。二分之一，完了，这机器人过不了啊！不知道机器人怎么过的，机器人好难过啊，怎么办啊？靠呗！
干，你们觉得这个吹风吹前排还是吹后排啊？有没有懂哥啊？走不进去啊！下不拉巴，直接上这个坦肯鞋。哎，现在每一把都有两三个人都在玩那一套法洛斯拼多多，看着无聊腻死了。感觉上坦肯骑吧，提尔斯不要了。赌奶妈，我有赌过啊，我前阵子有赌过奶妈，然后被观众说我他妈在浪费观众时间，在恶心观众。事实证明，赌奶妈确实在恶心观众，因为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看过人家赌奶妈，就他妈我在玩了两把老八。可以直接进去吗？这个水银很有用哎，它可以防止那个时空的定身，这水银挺好。奶妈现在能赌可能是版本问题吧，我也不确定。只是我们当时候的奶妈是赌不了的，有点垃圾。我觉得可以让观众更加了解阿华多一点点，就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是水饺，然后喜欢喝的东西是乌龙茶，最喜欢的女生是最喜欢玩的游戏是柠檬战旗耶、yeah！最讨厌的主播，其实还好哎，也没有说谁特别讨厌呐、啊，都很不错啦。哎、欸、，Maple 在聊天室啊 ，Maple， 喂，昨天打得不错哎，我看你那个球女，我以为你第一把手抢球女是来搞笑的，没想到玩得像个人呢啊，挺不错的耶。让我大开眼界。感谢抱抱猪，谢谢订阅。没有，我觉得太久了，太久没有看到 Maple 在比赛拿球女了。球女、辛朵拉那些都没什么看过，他敢这样首选真的挺屌的，挺屌的。感谢阿哲，谢谢你的无蝶无美，谢谢。可是下个比赛轮次是不是要打韩华？准备看我手刃 Z 卡。不好意思，刚刚有人在讲笑话吗 ？Sorry。Sorry， 好了，封糖，如果你能从 HLE 身上赢一把小分，
回来台湾我看你想干嘛吧，好吧，一把小分就好了啊。这个很难的，我跟你说，就我们可以开大一点条件，就没什么，其实很难的，这个真的很难。你一个，我一个，大家都有一个 ，OK。打他机器人，哇！我把他暴打哎、欸，这谁的老婆啊？挂号我不认识 ，sorry。我这把是不是已经无敌了呀？感觉已经是了耶。Stay with me。感谢抖内，好听好听，好听好听。好，哥们先别抖内，我们先听完阿哲的这首歌好不好？主播可以换另外一个冷知识吗？我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开一个智障冷知识，你朋友才是智障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吃了呀这一把，无敌七打手了。罗杰长痔疮，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前两天吃完，我连续两天吃这个刁民酸菜鱼，然后吃完之后，我今天早上起床那个屁股直接炸裂，他妈的超痛，拉屎的时候，我现在都感觉有点那个，有点不太舒服。双杀了呀，啾啾，安娜环节，这把有点简单，服那个海克斯装备全对，金牌也顺，了解了解就吃了，还有75滴血，干，这是的，75滴血吃鸡耶，你知道75滴血吃鸡是多恐怖吗？就是在炸鱼虐菜，你们知道吗？有点变态这一局。